感觉刚刚可以啊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金矿不足。人生竞争者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。嗨，指挥官，我还以为大家都忘记我了嘞。只剩下我的左手和右手愿意陪我了。你来是为了碳化氢对吧？正好一直有人在破坏我的采集艇，能帮我护送他们吗？集中，那家赶快造，快造。金矿不足，我采瓦斯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这个群落很弱小，会灭亡。马上行动，我们需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开始干，加减应付，加减。金矿负责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好，人生竞争者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是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孵化更敌人聚集在一起，必须挡住他们。是的，长官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金矿不足。我找到可供采集的蛹源了，记得要保护好我派过去的采集艇。哇！不行。我们的部队正在越雷神兽准备出发。我们需要更多王虫。马上行动。喂，注意，我要派出第一台采集艇了，这是我最爱的一台，千万要保护好哦。当然了。他们来攻击采集艇了，指挥官，快阻止他们。化完毕。有什么计划？马上行动。高能瓦斯不足。哦，采集艇正在返回，你一路上都要确保它能够平安归来哦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采集艇回来啦，快来看看我的小亲亲，是太华金的亲。你的胸要上些什么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太华金正在地底下流动。
更多永元要喷发了。旧基地受到威胁，进化完毕，盟友进入战斗。盟友基地受到威胁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出来吧，人生如虫。当然了，非常好。进化完毕，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胜利是我们的。重要工作是吧？工程车准备。喂，采集艇要出发了，我根本就来不及帮他们装上备用燃料槽。盟友进入战斗，莫瓦，出来战斗吧！我侦测到有敌军正往我的宝贝采集艇前进，他们正在挑战瓦青。过来，帮帮忙！我的采集艇快被打烂了，我不想跟在敌人屁股后面捡零件。对方直接从响应兽身上抽取钛化晶，你要不要去阻止他们啊，指挥官？要更多金矿，盟友进入战斗，盟友基地受到威胁，我们的力量越大，敌人嚣张，敌人竟然出动密封单位，我们得侦测他们。敌人朝我的采集艇前进了，大家快去保护他们！装满钛化氢了，采集艇即将返航，记得陪在他们身边，别离得太远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敌方部队朝基地过来了，盟友进金矿，出来吧！人生如虫，进化完成。万岁，采集艇平安归来了。菲尔什，看来这场赌局是我赢了。也不是说非得这样做了，不过如果你想救那头强异兽，可得加紧脚步了。目前收集到的钛化氢差不多一半了，我要派出更多采集艇。金矿胜利是我们的，真是绝险，非常好，我还在等。如果我是赌徒，我一定会立刻下注，赌更多永元马上就要出现。如果我的口袋里还有钱的话。什么？要上线什么？失重中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盟友进入战斗。真不敢相信，他们居然从那些生物身上抽取钛化氢。哦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这是什么？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有什么计划？采集艇出动。小家伙一转眼就长大了，老妈爱你们。瓦顿地兽就麻烦。真的假的？敌人朝采集艇进军，跟贝尔士说的一模一样。盟友基地受到威胁，蠕虫过来。严重的攻击，盟
第十手准备出发了。恭喜，哇，厉害小师傅！我们需要更多金。要上线是吧？采集艇该回来了，他们每次在外面过夜都不打通电话，那我超担心的。队长，系统中不行了。遭受攻击。指挥官，做得好，采集艇平安回来了。你常接到这种任务吗？你需要什么吗？我们胜券在握，敌人似乎想试探我们的防御能力。进化完成。有什么计划？有话直说。对我来说是好消息。钛化氢储存槽几乎半满，贝尔石今天超大方的，哈哈，我应该写张卡片感谢他才对。我还在等，你在想什么？哇操他妈的，我一个灭团，永远即将喷发，跟全能的贝尔石之神所预言的一样。刚刚一个报告，他妈的准备了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要重新集结。我还在等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们需要更多。要上线是吧？当然了。要上线是吧？金矿不足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要上线什么？你在想有什么计划？胜利是我们的。活着，我的荣幸，非常好。我喜欢，谢总统。我的采集艇蠢蠢欲动，呵呵，等不及要冲出去采集钛化氢了，哈哈，所以我就放他们出去了。进入战斗。非常好，我的荣幸，胜利。我们出动了，他们就不能让我好好完成实验吗？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阻止敌人破坏我的小宝贝了。刚被破坏的不朽杰作是什么呢？是我的采集艇啦！哎呦，看这他妈到底怎么弄？完蛋了啦！跟我的毕业论文一样，完蛋了。我不知道。干，这斯图科夫到底能不能过？好像有点难度。好像有一点难度。